不幸遭受撞击的时候呢，可能比较不会受伤害。那除了这些预警系统之外呢，我们就是要靠你车辆驾驶的本身。当你在超过一台自行车或是机车的时候，你有想过你有给它足够的空间吗？如果今天你刚好在开车经过它超车的时候，不小心吓到它，它不小心往你的车子跌倒的时候，那头就可能被你的车轮压到。这个时候，你车上任何的安全设备都没有办法预防这些事故的发生了。所以都一定要给它有1.5公尺超车的空间。那另外很重要就是我现在在推行，就是大家开车要礼让行人哦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年轻力壮嘛，我们过马路反应很快，还可以走得快，还可以小跑步过去。所以我们要带头的就是礼让行人的活动，我们至少是一台还蛮抢手的车啊，我们比较不怕被撞，哎，但还是要小心后面的车哦。那你可以慢慢的停下来让行人过，这时候需要什么？需要你点头或是挥手跟行人致意。好，我们谢谢 Nathan 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事实的一些很多的功能哦。好，那既然是有设计，那我们就希望来让他讲一下这个设计的理念是什么，也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好，我麦克。那我设计其实一样是用波波大家最熟悉的麋鹿动物下去做设计的。那彩虹色只是希望颜色可以更缤纷一点，有波动的，就是参与感或者气氛这样。那字体的话，就是用波波官方的他们的字体下去做设计的，然后两只鹿互相跳跃互动感。谢谢。江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设计理念。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对顶模型，所以我把模型放上去，然后再用下面再用我们的 V40的字样这样，对，做一个配那个结合这样。对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，给江城一个掌声。好，我们再请第一名的肖欣，肖欣来跟我们分享您的设计理念。我觉得波波车很安全，它像那个盾牌一样的强壮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取用它的一个盾牌的概念，然后再加上车子的屁股的造型，然后因为波波它的那个它跟麋鹿其实是蛮有关联的，所以我就用它的塑胶，然后带着。好，各位掌声。好，麦克，来第二名江晨，各位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江晨，来颁发我们第一名，肖欣。我们第一名呢，有这一个改车券。肖欣可以好好的去改一下，对，还有一个改车券，我们不鼓励改车，可是给他改车券。好，来合照，大家合照一组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抽奖很慎重的呢，邀请到了两位很漂亮的修 girl， 他们现在是害羞的修啦。那我们呢，他们今天这两个修 girl 会负责我们今天每一个阶段的抽奖。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修 girl 出场，好，掌声鼓励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害羞的羞，但是那我们今天因为很多车友有提供了很多奖品。好，现在第一位是吴宗林北区的管理员，有喜欢打放美球的都可以找他，然后主要都在巴黎看球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区的管理员吴宗林，应该不少车友认识了哈。那我的车子是叛逆蓝，有拉黄线的那一台，对。那以后如果有北区跟中区的，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我的车聚，我蛮常办车聚的。大家欢迎下一位。下一位就是我们的最热心的刘哲伟大哥，那也是北区的管理员。那有一些车子上的问题，他等会有一个专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哲伟。然后我今天因为特别带了一个小超。于致力于国民革命观音，我带着我儿子的考试，好吧，我就直接讲哈，我叫刘哲伟，然后 FB 是刘哲伟，赖也是刘哲伟，身份证、健保卡都是刘哲伟，然后我是北区的管理员，我家里住新庄，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找我，谢谢各位。好。
那接下来是桃园剧院管理员，就是我们这次大会师的主办人陈佩琪。大家午安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第三届大会师。那我简单自我介绍，我就是桃园比较瘦的那一位管理员，我叫佩琪。那谢谢大家来参加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是雷董，雷董平常是做摄影的职业，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品，是桃园区的管理员。Hello， 大家中午好，我是那个桃园比较不瘦的管理员，对。那我是那个在那个管理群里面算比较资深一点的，那很开心今天可以看到大家，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对，那在这再来感谢师姐，就是她当初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怎么没有人办第三届，然后就跳出来办。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给她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对，那当然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今天然后可以把今天美好的记忆然后给带回家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下一位，欸，你要当管理员？没有。好，那下一位是台中区的管理员丹哥。哎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哈。那个我是中区管理员 ，FB 上叫王丹，不是那个名誉人士哦。啊，如果有中部的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问我，我知道都会讲。那谢谢今天大家参加。啊，我是开那个叛逆男的 T4 的车主，如果觉得有问题的可以问我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不用担心那个双离合器。OK， 好，谢谢丹哥。好，那下一位是台中区的管理员彭仁君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区的管理员，那大家都习惯叫我站长，因为个人是在加油站上班，所以大家就习惯叫我站长。我是在中永的加油站做值班的站长。那我个人目前是有一台宜鹿兰的 V40T4， 那目前是我老婆在开，那我还有一台 V60。黑色的 T5RD 是我自己上班在开，那后面呢，后挡风玻璃上的贴一只熊本熊，那个就是我，所以在路上应该还蛮好认的。那也欢迎大家，如果有空的话，在台中有问题或什么疑难杂症，都欢迎大家来提问。谢谢大家今天过来，谢谢。下一位是台中区的管理员黄佑子，新官上任，对，那他也是这次大会的活动。大家好，我是黄佑成，那这次活动组的组长，那请各位，对于这次的活动，如果有什么，建议的话，哦，那也欢迎来跟我说。那这边台中的话，我对车子的知识不是很了解，不过我对露营很了解。哦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露营相关的，可以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我这边出没是乌日南屯，哦，那再请各位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台南区的目前的管理员林小张。台南区的专有高雄区的做共同共同，大家好。我是南部属台南区的管理员，然后我的车是100，车牌号码是880，然后我 FB 是叫林小张，然后最近台南比较活跃，都是东山吃货团，所以以后大家还有机会可以。多多单车去，然后欢迎大家这样子，谢谢各位。而社团管理员开的活动的话，都会在社团的活动区，那请大家密切注意。那如果要加各区赖群组，今天也可以找这些管理员加入。那台北区也可以找我，或是德维跟中文都可以。好，现在再把活动交还给活动组。看到主办跟各位这个见面，也看到那个我们的各区的管理员的三真面目。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也是身兼发明人的泽维来替我们介绍
文章专区里面有哪些各位不知道的 Vogue 的一些小功能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维泽。祝你祝谈排名人啊，你们在煮饭啊，叫我站在这里啊。我今天没有带小餐啊，那就不要影响大家用餐的气氛。那我今天会很快的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社团里面有一个叫做精华区，在里面可以看到分享很多车友分享的所有的文章，那其实有一些是可以不用提问，直接在那边可以寻找。然后 V40 是真的非常高科技，有很多隐藏版的高科技功能。那我今天既然站在这里，不讲也没饭吃，然后讲了大家心情也不好，看到一个欧吉桑不是资深帅哥在这里讲话，会影响大家吃饭的心情，所以我决定头尾要把它讲完，好不好？好。包括 V40 Club in Taiwan 第三届大会师精华区文章导览，分享完毕，谢谢各位。喂，回来，搞什么？叫你来报告，中间都不用讲了，给我上来。头尾讲啊。美女嘛，大家这么期待，跟大家分享中间重要的精华。头跟尾不是吗？最后一张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快速的把它浏览一次哈。OK， 这个是 V40 的引擎，然后引擎很引擎的内部的构造是长这个样子。那里面的话呢，这个是引擎的进气结构，四个气缸进气，然后压缩，然后爆炸，排气，很复杂哈。对。其实我也不懂哈，我只是拿这些网络上的那个来唬大家一下。所以这位哥哈，不是万能，所以如果不要问我那种不会的哈。这个是电脑版的精华区，在我们的最上方有一个叫做关于的地方。好，我故意把它放大，然后在底下这个地方点进去就会看到我们的网址。好，那这边进来以后呢，就会看到啊，这个是手机版的，也是我进来以后就会看到我们的网址。网址底下点进去就会来到这一个 Google Drive 的那个分页，那里面就有很多的好康的。举例来说，这个是啊，我先讲我个人自己的哈，就是我有分享过一个文章。那后来我们会把它收录到这个里面，然后如果是电脑版的就按这个地方，它会告诉你这个可能是一个有危险不安全的网络哈。然后这边进来就会看到楼主，楼主可能是这个人，然后分享了这些东西，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，比如说这个是导航该怎么用啊，我是因为今天萤幕比较小，我把它放大，截图把它放大，然后这个是 Central Volvo 的使用方法，爱注意啊，那么等你，爱个猛子盖哈，然后这边呢，如果看到最底下有一个已经送到你的车上的时候，这样就是成功了，最底下这一排。Address has been sent to your Volvo。如果看到这些字，我们就是把地址传送到 Tier 导航那边。我们不止读后 Android 版，我们也有提供 iOS 版的send to Volvo 的方式，所以同样在刚才那个地方可以看得到。这是我们 Tier 的导航的画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哈、Starry night。满天星辰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在百灵桥左岸，它的房子跟亮灯的方式，还有房子建筑的方式都一模一样，所以 Tier 导航其实是全世界用的最多的导航，所以。
所以应该是最好用的，我们大概熟悉一下，它其实真的是蛮好的。引擎室的概要说明，我上次有 提到说，我们无论是懂不懂车的车主，都偶尔把引擎盖打开一下，里面可能有一些落叶灰尘，把它清掉，但是里面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去动它。其他的车主皮肤其他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一天他其实是讲到这一天，然后顺便有人问到电子机油纸，那我们就会讲顺便提到电子机油纸如何使用。那为什么没有机油纸？因为我们的机油纸是电子式的。那像我这一天在这里就有说明。大家好，这挂杯哈，上面挂杯机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个是好，那个假粉丝，假粉丝怎么都没有来？那对呀，我们旋转左方向跟两个旋钮，然后转，那油柜这边看一下 OK， 显示机油量，我们介于通常不会去买油柜，所以这样是正常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机油尺度上。队员的好朋友，所以从这个市场衍生出了非常非常多大家联谊的活动。那什么是长大的孩子呢？很简单，他们是永远很开心，永远快乐，他们永远没有烦恼，因为他们只停留在小小朋友的阶段。印象中好像都会做面包这样子，只是有不同种的智能障碍都称为憨儿。那其实呢，这些呢都是我们照顾的对象。其实只要你心智年龄在12岁以下，都会称为是一个长不大孩子。希望大家
虽然数量没有很多，就大家一定要可以来前面，就是先能够给他们一个鼓励，让他们加入我们大家庭。谢谢各位，可以跟他们说个谢谢，然后说个你很棒，然后给他们个支持跟鼓励。那数量没有很多，所以大家可以尽量，如果要拿的尽量我往前拿，这样发完就没有了。对，谢谢姐姐，真的谢谢。然后你好棒，好，谢谢。说一件事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在室内的活动结束之后呢，如同我刚刚说的，我们会有一个大合照。然后大合照之后呢，在我们今天大家停车的那个地方，我们有一个这一个主人，他非常有爱心，那他也请大家帮忙。今天呢，水果钱呢，我们都会全部捐给人友，所以也希望大家等一下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呢，多多的捧场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帮我补充一下，这个音量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那我想大家应该对我很陌生，我跟大家做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宜家编号1377。什么1377？你不知道吗？社会在走，要开 Volvo。生七七家族啊，对不对？唐子轩在哪里？啊？唐子轩？唐子轩在不在外面吧？原来是生七七家族啊！对，在那里，0377。在场有377的车友啊，生七七的车友。对啊，我们看我们这个。非常庞大啊，你嘞，你有什么？我大家好，我叫伯杰，然后应该社团上很多人听过我的名字，这还有称号。你是说那个一日生活圈200歌吗？等一下，那个社团不要讨论到时速问题，这个啊，难道是200公斤？好歹我200斤不到，好吧？你说我200公斤？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大家是不是吃饱喝足，准备活动筋骨了呢？那要怎么做什么活动呢？请看投影幕，我们来进行一个游戏。那我们来请伯杰来跟我们讲一下游戏规则。好，因为我想在各桌的应该跟同桌的车友应该认识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这个游戏呢？要让跟隔壁桌的车友有一个联系的机会。我们要分成五组，然后每组请派一位车友，看要自愿还是要把人家逼上去的一位车友。你要那一个人会代表那一桌的那个竞赛的人哦。第一组准备好了吗？第二组准备好了吗？不要透露，你们在干嘛？哇，你算好辛苦了。好，第三组准备好了吗？第四组准备好了。第五组 ，OK。现在第一次只是试玩哦，预备，开始。对哦，最后接到要马上举手哦。谢一展。好，一展，告诉我接收到讯号是什么？22。哇，你捏了你22下，不可能啊！22下。错。我们有两组讯号哦，两组哦。几下加几下呢？等一下，我有点对，我有点卡住。有人快传完了吗？
到最后一位再举手。你有看到顺序吗？啊？顺序有看到？有，我看到。好，来来，请第三组。来，嘉玲。嘉玲。嘉玲，好，嘉玲，可以告诉我你接通的序号是什么？16。16。好。第五组。第五组是？对，第五组。好，请告诉我接收到的序号。3。没错，答对了，3、5。讯号传递下去喽，还记得我讲什么吗？第四组 OK 吗？第五组 OK。好，准备哦，预备，开始。我这一次的题目比较难一点，比上一题也蛮难的。然后最后一位，如果接收到讯号的话，请。举起你的手。传完哦，请记得最后一位要举。好，准备。我知道，我们有一对已经完成喽。好，第三组也完成，第二组也完成。谚语。谚语。好。大声说出你的答案。5+6。5+6。错。哒哒。来换第三组。来，什么名字？志宇。好，请问你的答案是57。答对了，57。好，请工作人员发第三组每个人一张苹果券。一号伙伴，大家心里要默念哦，抽到我，抽到我。梦太久了，到底是有没有？有，好，有。有。看起来是女孩子的名字。女车友哦，还没有名，还没有得到奖的女车友哦。好，那个名字叫陈玉慈，就是我。好，不是。那我们得奖的是梁丽慧。梁丽慧。从日本空运来台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先提供这个展示给大家看，因为也不好拿着实体给那个得奖者这样搬下去。是，所以因为这个奖项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正奖的来颁奖。好，那我们就要不要先让他讲一下，讲一下得奖感言？好的。对，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大会师，然后拿到大奖，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正奖人上场，正奖人就准备上场喽。正奖人帅气的出现了，大家应该知道怎么一回事了。相互的了解，后来男主角今天就特别安排了这一
我相信没有抽到大奖的很多朋友都很失落，可是看到这个大奖是给女主角得奖，又很替他们祝福。我们再给她一个特别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可是，等一下。从头到尾女主角都还没点头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男主角怎么表演啊。从头到尾女主角都没点头过。
不管是影片的制作，或是这些今天的一些场合跟 round down， 都是全部都是管理员帮我跟我一起。他其实他们帮我很多啦，我其实几乎都是希望，希望他们按照大家我们喜欢希望的样子做出来。还有播放组。对对对，播放组帮了非常多，尤其是柚子哥，我们偷偷藏很多，而且刚刚碰到面的动作不认识。然后但其实明明去上了厕所，但就是在厕所面拼命聊。我刚刚从肚子痛，从早上肚子痛到现在，其实我都没有吃任何的东西，因为这西装我已经穿不太下去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永远多参加车剧。你永远不知道，就跟我第一次讲的，你永远不知道你在车剧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你最喜欢的那个他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很高兴，真的真的，我们一样。简单的访问一下两位，我们大家站大家两分钟，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还有很多未婚的男生跟未婚的女生，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结婚，都能够生小孩，为台湾多生一点小孩，我们的竞争力才会强。那我先来问男主角，你真的爱他吗？非常爱。哦，你愿意把你的存折交给他吗？一定会。一定会吗？那我们之前就讲好了哦，所以以后看起来这个家庭掌管钱的是女生啊。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女孩子啊。第二，刚刚看你有点犹豫，是因为你还在怀疑吗？不是。哦，不是怀疑，那是因为看起来你还想再整他一下哦。不过今天很高兴，我们在制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非常担心玩这种游戏，担心女主角在台上说 no， 那说 no 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其实我在外面已经准备了十个黑衣人，说弄就好啊。所以今天很高兴欢迎他们两个，然后之后也希望他们在结婚的时候，我相信一定会希望各位车友能够帮忙，然后组成一个 Volvo 的车队帮他们做迎亲，到时候再看他们后续的发展，我们再给他一个强烈的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他们两个，恭喜，真的恭喜。好，我们也谢谢我们后面的小天使，这几个小天使忙得很辛苦啊。好，我最怕的就是这些小天使们把这件事情给爆料出去啊！我有准备糖果，大家等一下可以发给各位哦。来来来。啊，每次看到小朋友跳舞都很快乐啊。
这就是我们 BBCIE 社团的精神。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快快乐乐。所以我们都以家为中心。掌声鼓励！小朋友好玩，小朋友好玩吗？大家觉得有没有运动到啊？没有。社长成立的时候，我们最希望是以家庭为出发点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社团找到一些非常好的活动，认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。这也是我们社团里面跟其他社团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不鼓励飙车，我们也不鼓励改车，我们希望大家把生活的经验都能够在社团里面进行的交流。希望大家每次出来都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玩遍全台湾的各个角落。小朋友跳得好棒哦！给小朋友一个掌声好吗？好。来看完小朋友跳舞之后，领完糖果的小朋友不要走哦，等一下给你们刮刮乐券哦，不要给你们冰果券哦，要排队排好了，把糖果全部领好。都拿完了没？好，来都拿完的小朋友在那边跟我排队，美乖。你看了好久，我有注意到你啦，你要说谢谢，哎，乖哈、哦。第十八一个，哎呦，会有，来，谢谢，来下一个，来乖，很好，来乖，好，如果可以让我生100个，我一定生100个小朋友，啊，说谢谢，哎呀，小朋友呢，好来，乖，哦，他说下次要来参加，妈妈要记得哈。还有你看好，我邀请彩车以后，这个我们特别跟台彩公司借来的，所以绝对比刮刮乐绝对比我们的大乐透来的还公正、公开、公平哈。好，我们先一样先试完了，第一个号码是67号，67号，好，第六个号码。34号，66号，第9号，29号，来摇到这个地方，已经有连成一条线了。第12个号码，74号，43号，43号，举个手让我看一下，还没有对不对？哎，还没有人这么拉你，没错。48号。26号，第19个号码，25号，23号，有没有连成一条线的？来举手，对不对？我就说最少要20个号码。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10号，20号，24个号码，11号，37号，37号，还没有哦。所以跟各位讲，这个可能要玩一天一夜。68号，68，29个号码。12号，好，12号，好，有没有人连成5条线？有没有人连成5条线？都还没有。好，有我们有一个外国的朋友，他站起来连成4条线。来，再来啊，再下一个号码。28。
们要核对一下。三条、四条，赢得今天的18,800块的奖金。听说今天他不是一个人来，所以我希望请他的另外一半是不是也上来来，啊，一起来，来哈。27号有没有？41号有没有？55号有没有？然后没有要跟我讲哦，能不能都没有？25号有没有？啊，64号，然后2号有，8号有，1号有，11号。有哈，67号，哦，紧张了，只剩4个号码哦，7号，有哈，32号，有，43号，好，最后一个号码如果有这个就他就独得了，75号，好，掌声给他鼓励，他独得。我名字 Andrew。我从美国西雅图，我在台湾8年，来台湾8年了。This i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a car meet。他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。Happy。他很快乐。至于他问他怎么样快乐，他我不知道他问了他什么，他就很快乐。也许问的不是来参不参加这件事情。好，那 Thank you， 谢谢，这句我听得懂。来，那你要不要讲两句话？你是他的哦，他太太啊，哦，台湾女婿啊，台湾女婿，给台湾女婿一个鼓励。好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对这一次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印象非常非常深，所以下次还要不要来参加？一定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次我们欠 Yes。下次我们差两个主持人，所以你们是主持人。18,800实际上是通告费，真的对不起。好，我们欢迎他，我们现在把奖金拿出来。这个奖金在我的口袋里面很久了，好，那就是因为太久了，就是变成钻石，所以来18,800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剩下的这个我们再来玩一遍好不好？没有，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大家谢谢大家口袋里面掏出来的这个奖金，好，来恭喜鼓掌。那你10块钱要还给我，然后我们请他跟着刮刮乐，然后一起上个奖。哇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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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人有得。大家午安，非常辛苦，我在这炎热的天气。还可以支持到支撑到现在这样子，但刚刚冷气有点问题，所以真的不好意思。那我是上一届的主持人，主持了一次活动之后，我觉得主持人这份工作真的是太难了，所以我这次决定挑战活动总招这样子。那也是因为当总招的关系，这一次才可以找到这么多优秀的主持人跟其他的合作伙伴。那呢，我这边有特别请艳阳帮我做了一些影片，那也谢谢艳阳哦。那这个影片呢，其实是我要来谢谢大家的。那当我念到你的组别的时候，真的不要客气，请你们站起来，大家用掌声谢谢你，因为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活动这样子。刘大哥、于大哥，还有军旗、分头，还有国安、钟林，掌声热烈一点哦，各位！还有风、小庄。好，记得你都有出现意外的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没有的。
自己一个掌声，下次见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那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。好，请各位。多年后，我们是否依然是？